忍忍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的忍者必须死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是我们的3月6号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的角斗场竞技场的重置时间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呢，每一周的疾风挑战就再来挑战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好成绩会发生啦，好不好？希望，好不好？希望，希望一下。那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的这个就是苍牙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换一下，然后武器也要换一下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要打那个什么，要打我们就是那个准白哥哥的时候的队伍。然后我们这边宝物的部分的话呢，苍牙的这个寒冰被我拿下来了，就喜欢把它放上去啊。好，那目前来说就是这样子，那一样全部都开。开场加速，生命值加加，没问题，直接 let's go go go。我觉得我们那个通灵珠珠那些的话，其实就真的还蛮少用的，而且每次都已经满的哦，就不用再补充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再跑得更远哦。基本上大名府已经是我们的那个基本会进到一个地方了，现在就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给他上一下山哦。反正前面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好好先把握住了，不要太快死。因为我们如果能够都是在大名府那边才接关的话，那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，但是就希望不要来什么黄金城啊，还有什么黄金城啊，还有什么黄金城就好了，拜托了哦，我拜托你了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了，来，空掉空掉，許さないわ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如果今天稍微专注一点点的话，有没有机会？感觉也不一定。前期说真的都还好了，前期真的都还好。是我们的火山洞区。无聊开个大哦。前面部分的话就是看你怎么玩啊，但是其实大开大的话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刷掉比较多的东西，那你会加分，好不好？分数会加上去，排名会比较高啦。虽然我也没什么在管排名的，就是了。哎呦！啊，对，我这边不该开的哦，因为 boss 应该快来了。怎么这 boss 这么久啊？对啊，怎么 boss 这次这么久啊？啊，怎么一直刮到？来了，果然是武士啊！火力收收给！哎呀，不错哦，像这样开局就蛮好了，就是两次这个飞天啊，都碰到这种不会就是直接把我们就是冰晶消掉的东西，这样就很舒服哦。因为冰晶被消掉的话，其实就很可惜。
你就没办法再挡一波伤害了。很多飞镖呢！哎呦，没弄好，一半血就不见了。BOSS 又来了，是我们的火箭先生。哦，居然炸一下就爆了！好了，换歌了，换歌了哦。哇，连三场哎！这样就很舒服哦。下面第一波可以先用那个我们现在身上的这个冰晶挡一波。最近打疾风的运气好像都蛮好的，因为我前面上一次的话好像也是，就是前面几场都没有碰到那个，碰到那种会毁坏你东西的。但是这个鸟鸟直接全部毁掉，这是蛮机车的啦。鸟全毁、欸，开大招！刚好接金币，没错，好不好？这样很舒服哎、欸。哎呀，被捅到！基本上他们现在这武器那些什么，只要好像用到一下，你半血就没了、哦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哎呦，感觉会刮到。让自己活久一点。大招不是，大王又来了。这次是我们的蓝剑，蓝剑安安。吃鱼吧。
目前看起来是还行哦。万物静寂に奇跡。啊！不要不要，拜托，不要把我的冰晶撞坏。哦，碎耶！哇哦，哎，太好运了吧？是不是真的要？真的就是要让我就是那个、啊，开心到就是忘记前几天那个打准白的痛苦。莫非是这样的操作吗？那是真的很有效哎，现在很开心哎。哇，可惜！哎呦，哎、欸，危险呢、欸！完了，完了！哦，邪影又来了，居然！哎、欸，很少遇到他、欸，今天又来，哇哦！不要哦，哥哥，不要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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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爆！再见！哎呦，变音乐了哦！目前我们都还过得好好的哦，希望这一次是可以在大名府里面再死嘛，好不好？許さないわ。这样我们上山的机会就会变比较高了，然后再给我一次好运吧，不要破坏我的冰晶。哇，这边破坏很多哎、欸！啊，完了，全没了。哦，这边应该是蚊子区那边哦。先开太大，大刀开一下。双文区。
尾头。再开个大招，哇，居然是仙龙啊！我以为是直接就那个进到双蚊子区了，看来还没哦。龙龙安安，铁甲龙王。玉つ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哎呦，算得好好的，赞赞！让我拿金币。哦哦，是他，我先开这个龙了，不管这个打完好像就大名府了哦。秀杀！
再撑六秒。水啦！不要不要把我的那个哇，刚那个蓝色火头又冲撞了几下啊！完了，蝙蝠没喽。OK， 今天真的是不错。前面先开一发。感觉是必死版啊。哦，是什么龙？铁甲龙王又来啦！哎，不是哎，我以为我成功嘞，结果我失败了。哇，我失败了，我以为我成功嘞。
干。哇，挑战超时，可惜耶。躲一下，哈哈哈，怕了。BOSS 越来越快了哦，青剑来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还没死哦。什么红绿蜘蛛啊？这是什么鬼？他看，哎，白痴哦！哇靠！哎，我还直接寒冰炸出来了，我傻眼。我靠！什么鬼东西啊？后面也太恐怖了吧！我靠，完了！哇，刮到了！我靠！后面这边一定要进这个洞欸，不然我就完蛋了。好恶心哦，这个。我靠！我靠！哎！我靠！不行，我一定要看。
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哇靠！这什么鬼东西？我要上山！来了来了，打完这只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先别闹，你先别闹。拜托拜托拜托，让我上个山。干完了，完了。终于了吗？终于了吗？各位，终于了吗？这下去应该就是了吧？要上山了吧？哇，对呀，没错，上山了，各位！哇，玩了这么久，终于！瑞言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哎，不是，那个消不掉，哎，我靠！哇，那个上山消不掉哎、欸！啊哦，哎、欸，但是我们今天终于成功了，哦，终于，太好了，各位，太好了，哇，太好了。